業務上的合作啦，就是美團和快手嘅。咁佢哋兩間公司就達成了一個叫戰略合作協議啦。咁美團將會喺快手開放平台上線呢個美團小程序嘅，就係即係可以為美團嘅商家提供一些套餐啊、代金券啊、預訂等商品展示啦、線上交易同埋售後服務等嘅完整服務能力嘅。咁快手嘅用户咧能夠通過呢個美團小程序直達咁樣嘅。咁就係話兩者就冇金錢交易啦，但係一個即係業務上嘅合作啦。你覺得呢個交易對兩？者嗰個股價或者經營前景咧，叫做有咩影響咧？其實咁啊喺近期嚟講咧，都冇乜好消息嘅狀況啦。即係咧合作咧嚇，都係會市場咧嗰個關注度咧，都係會比較高一啲嘅。咁但係咧事實上咧，我相信對於兩間公司嚟講嘅時候咧，咁啊咧呢一個嘅合作咧，唔係屬於一啲咧好大件嘅事件啦。所以咧，以至到兩邊其實咧都冇發布到咧喺港交所嗰度咧發布呢一個嘅相關嘅公告啊。咁啊，咁咧就咧都係咧市場去睇到呢個嘅相應嘅新聞，或者咧見到佢哋啲新聞稿嘅時候咧，所以咧就會係咧令到市場咧會留意到呢一個嘅消息啦。咁啊就現時去睇嘅時候咧，咁咧就咧。可能咧就傾向上咧美團間接咧會有一個嘅金錢收益機會咧，就會比較上大一啲啦。咁啊咧因為咧美團嘅小程序咧就喺快手嗰度開通嘅時候咧，咁變成咗咧快手嘅用户咧可以好方便咁樣咧就去咧 click 嗰啲小程序嘅時候咧，就已經可以用到呢一啲服務啦。咁啊變相會為咧美團咧提供到一啲嘅經濟效益咯。咁至於快手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可能咧就開放咗呢個小程序嘅時候咧，嚟到去吸引咧多咗一啲嘅美團咧本身嘅一啲嘅用户咧，係會連快手嘅服務都會用嘅時候咧，以至到咧佢哋一啲嘅視頻咧嗰個瀏覽量咧係會有一個嘅提高喺度啦。咁所以咧就咧短期嚟講咧，對於快手嗰個經濟效益就唔會有噶啦。咁啊，只不過咧會唔會嗰個活躍用户嘅人數會有一個嘅增加咧？咁呢個咧就可以去再關注一下咁樣。